M4S OK， M4S 左边装机 OK， 右边装机 OK， 不一样的地方告诉各位，能这样做的稳定器有几支呢？能这样子做的稳定器有几支呢？哦，再来，一二三四，能这样做的稳定器有多少台呢？能这样做的有多少台呢？哦，这都不多见的哟。好，这些都是最基本的，请关注它的遥控功能。一台稳定器可以控两台手机，我这边按录影，另外一台手机可以录我的全身景，我这个手机呢就去录我在介绍的东西，回来剪接上机作业。你可以把它定位成家庭使用很简单的装备，很简单，很简单。你也可以把它很复杂，专业的四分之一扩充孔可以装载更多的设备，让你能够在工作、旅游、休闲，行云流水般的画面，带给你满满的回忆。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？啊、哦，拍小朋友怎么办呢？各位，小朋友这么小，你不要卑躬屈膝，因为这样子他长大会给你短碎香。你要这样拍。老爸有老爸的样子，哎、欸，还有小朋友这样拍啊，大汉就比幺八差，我跟你讲，好不好？哦，要有个威权感，拍小朋友这样就行了。哦，那别人家的机器拍小朋友呢，要怎么拍呢？各位看一下哈，别、哦、人家拍小朋友要这样拍，啊、哦，你吃老你就艰苦，你也有记载一条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么多的功能呢，该有的，按一下，锁定，左右跟随。按两下，左右跟随，上下跟随，按三下，全部锁定，全部锁定。没弄车有看到不？没弄车，没弄车，没弄车。按四下，一二三四，哦，破水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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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轮in轮out，手动对焦，它都能够使用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